歌星女艺人是谁？我要最最感谢的当然是新浪，但也要感谢所有在网络上支持我的网友、歌迷、影迷和支持我的朋友，因为这个奖是体现你们对我的支持跟喜爱。有你们的力量，我会过得更好，有过更好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玩得愉快，也借此祝所有网络上的朋友祝你们开心，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和支持。Vicki ZhaoWei 从刚刚出道这个精灵古怪的小燕子，到现在这个都会女性的代言人，转型很不容易。对。